青春歌友协会 UNK 傅佑鼎副理事长为我们带领的青春歌友协会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，浓淡理想哦。我们这一群呢，由30岁到70岁的阿姬啊、阿梅啊，还有阿婆嘛，有你做阿婆嘛。刚才呢，在舞台上我们看到一群非常非常可爱的青春歌友协会的阿姨阿婆，还有阿公哦、阿叔阿爸哦，为大家来唱这个好听的歌曲。可是呢，你看得到诶，就会记得哦，还有前面那冲狗，但是我们前面指挥的这一位老师哦，你莫看到绵绵嘿，吼，就看到背面了，好不？我们可不可以请一下我们刚才那一位指挥？我们这位指挥老师，您松香太庙。香里。刘老师诶冇。我是同学。刘同学诶冇。刘同学谁啊？各位。刚才我们这位指挥的同学呢，怎么给大家指挥？你可以坐在指挥一下，跟悠悠跟指挥的样子，问他几个可以拿好冇？预备，开始。悠悠，重一次，预备。青春歌友协会里面很可爱的一位同学啊，哈，还有我们旁边刚才有一些阿叔阿爸，他们也有拿一个很可爱红色的内裤袋，有冇？有看到冇？红色的啾啾，可能哦，七做八做就起床了，来那个梳头发、发妆哦，大班哦，非常非常的可爱。他们也在我们整个桃园县参加过很多很多的比赛跟表演。那接下来呢，要由我们的和社区为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，而都非常哈嘎。因为呢，他们带来的是非洲来的鼓，非洲鼓跟我们的客家歌要怎么做一个很棒的结合呢？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三和社区带来给。